大家好 ，ST 度，今次就介绍一架好旧嘅 Tommy 提101。幽灵幽。咁就呢架咧就系一架以41号为壳嘅巴士，咁就系、是JR Highway Bus 啦，即系日本铁路嘅高速公路巴士啊，特快巴士啦。咁就双重盒啦，有胶盒同纸盒。跟住拖緊嘅啫，咁就可以見到佢係冇乜，即係車頭車尾個 details 唔靚啦，個設計咁就冇車頭燈同車尾燈，咁就側邊就有隻燕子啦，同埋 JR Bus 嘅字，咁呢邊一樣啦。咁佢嘅同設計嘅車款咧，就係呢架16号嘅粗回限定版。咁就今次可以好榮幸攞到佢兩個出嚟啦。咁就後面差好遠啦，作個設計係得車身側邊係似樣嘅啫。咁就冇啦。咁同類車殼咧就我就多啦。就我唔攞曬出嚟啦，咁就台灣巴士啦，台北、台中兩格，同埋呢個 Nightmare Before Christmas 嘅套裝，咁就三格啦。應該睇唔曬，咁就仲有83号。系咁，边格咁就唔知个车头搞咩啊，变咗蓝色，同埋41号边格，咁就其实呢个咁多格咧嘅第一架车就系呢一架，即系呢个系第一次设计出嚟嘅样，咁就之后嗰啲都系全部都用翻同一个壳嘅啫，即系呢个第一嘅期嗰啲唔知点排啦，咁就呢架最个初号限定版系蓝色嘅，咁就未揾到啦。咁啊，排晒喺度都几多，仲有三格冇贴纸嘅。咁好啦，今次介绍就嚟到呢度，我下次再见，拜拜。